居然率军反叛，归顺楚国。陈孙武请战，你要带多少人马？一个。孙武可用一人阻挡庆帝，并夺回他所率三万兵马。称大王剁了小人的右，杀了小人的妻子，到时要离和大王用血仇的假象，但要离能不能进庆帝之左右，全他的小弟。念不起的要离，姑苏城的老老少少等着公子登基为王啊！未来月乐台，孙子大传。